这里是湖南银行冠名播出的《去相当有味的地方》，周一至周六信用卡消费享随机返现。去相当有味的地方，每位领航官009，我是28度009，我不是白酒。去相当有味的地方，本日美食要去的是千年打卡地，我们永久。江河的源头，总是会有一些英式的故事；江河的相遇，又总会带来美丽的元素。永久湘江之约，小水湘水汇合的地方，留下了英雷最早栽培水稻的记录，也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绝美诗文。自带的水可以养一江好鱼，举一锅好饭，做一桌好菜，滋养置换土地上的你们。18两嘞，好好吃，大家尝尝。哇，都舍不得吃了，太好看了。稻谷未央的枝桠，走去永久，走向了湖南名菜板凳和过硬的餐桌。学一下我们永久好像。东安鸡是永久菜的骄傲，有了千年文化底蕴熏陶的美食，总是会有一些新来之笔严谨实作。咋好吃？太好吃了，回家上碗。水源、稻源、温暖源，永久写下了黑多巴多源头好货的原始。不过啊，你要小心点，嘎子，永久也可能是你越来越丰满的源头哦。今天天气好舒服呀，特别凉快。我们现在这个来的就是这个中国好多历朝历代读书人心中的一个圣地，就是无锡碑林。这北有西安碑林，南就有无锡碑林。哦，但是我们这里其实大量的是摩崖石刻，整片整片的这个山崖刻在上面。对，把游记啊、诗啊，都写在上面。哇，你看那个好高啊！哦，这个地方就是最大的一个摩崖石刻，圣寿万年。很多很多的这种，对，各个朝代的哈，对，这个来无锡碑林刻石刻就是千年前的那种网红打卡圣地。你好，好了，小伟老师好，你好，这个最著名的就是颜真卿和袁杰珠联璧合的大唐中期宋碑。这个无锡的来由是起源于唐代。公元763年呢，著名的文学家袁杰啊来到了永州当官，发现这里啊山峰崛起，风景旖旎，有了构思，我想把文章《大唐中期颂》留在悬崖上，请来了好朋友颜真卿。他写信给他这样讲，我齐安的酒，齐安的美食是挺不错的。颜真卿闻酒而来，如约而至。啊，袁杰就请颜真卿把他的《大唐中期颂》颜真卿用楷书书到悬崖之上。是不是还有很多名人啊，老师？是的，包括这个黄庭坚、李福、鄂少奇、郭大成等等。柳宗元当时在这里也写了那个“余温夜半西崖瘦，小鸡清香远抽奏，烟消日去不见人。”哀哀一声上雪楼。哦，所以你看当时袁杰多聪明啊，拿什么东西去请颜鲁公？好吃的，美酒美食。亲，你过来一趟吧，对，我这里有美酒。对，我们也去享用一把当年颜鲁公
到这里来的美酒与美食。好啊，品湖湘美食当然要用湖湘卡，对不对？我们来到了永州，当然要用湖南银行为我们提供的美食打卡资金。那我们出发了。一日之计在于晨，早上起来还是要吃点好的。带我们去吃什么？这次我们来到永州，这里有瑶族，因为他们在山上，他们主要的这个工作就是采茶，所以他们的早餐跟茶有关，叫油茶。油茶，所以我们今天的早餐就从姚家的一碗油茶开始。嗯，好，好嘞。哇，好香啊！好香啊！我们这边刚好在打油茶。哎呦，好香，好香！哎，在这里，你看一下。你们要不要试一下？我们这里还要大蒜，自己打。有这些东西打出来的。来，放你这个，这是茶叶，然后再放蒜。还可以放一块姜，你把它像这样敲，对，就轻轻把它敲碎。哇，擂出来好香啊！对，就把它们全部要擂出来融合在一起，感觉是姜蒜的爆香。对，好香啊！这个如果吃早餐自己做的话，肯定会很饿，这个很消耗的。对，要点劲儿。是，就这样往边边上浇下去。啊，就溜边儿。对，它那个香味就出来了。哇，你看呲呲响。哇。对，然后继续敲。对，再敲一下。泽林，这一锅你自己吃啊。啊。我们要吃那一锅。对，第一锅就有点苦。我们油茶说，一杯苦，二杯夹，三杯四杯好油茶。瑶族油茶，是瑶族同胞的日常美食，也是待客的贵司。开始喝的时候啊，有点嘎才苦，但是。回味无穷，沙县、江县、米县合到一起，让你啊润齿留香。好吃吗？我喜欢吃，而且有那个猪油香。嗯，因为它这个这个糙米就是我们小时候会吃的。但是你发现没有，这个油茶呀，它不能吃得很快。为什么？因为它东西多呀，你看自己还得调调味，它自己有一个创作的过程，二度加工的过程。哎，其实说实话，第一口吃下去会有点不习惯，但第二口、第三口你就会习惯，然后就觉得哎挺香的，就没那么苦。嗯，你这个东西啊，喝一口下去，你背上是有感觉，我发汗，额头，就有一种在喝下午茶的感觉。哎，爸爸来了。嗯。哎，这个就是回水爸爸跟船上爸爸。这个就是高粱粑粑。我们是这样吧，三个粑粑，一人吃一个。不是，先吃哪个后吃哪个呢？也是体现出对粑粑的不尊重。我是这样的吧，好不好？嗯。我来点兵点将。好。点到哪个就吃哪个。我觉得这样就会比较好一点。点兵点将，点到谁就吃谁，好吧？你漏了一个这个。哦，这个也算。对。那再来一杯。点兵点将，点到谁就吃谁，好啦妈，好吧。回水粑粑，糯米用草木灰浸泡之后做成粽子，有着淡淡的植物芳香和湿嫩的口感，再配上精心熬制的红糖水，哇，连环形八公都是甜的。早就瞄上这个了。嗯，还是冰的。冰的。冰的，那就是凉的。嗯，它比粽子更加的 Q， 而且呢，它真的有草木灰的那种香味儿。哇，它好黏啊。嗯。哇，感觉像果冻一样。而且它感觉比粽子更加细腻。嗯。来。嗯，小舌头的味道。所以你看，过山窑是在山上嘛，山上湿气比较重嘛，潮气也重。早上起来，因为你睡了一个晚上，在那个床上躺着，有可能湿气就沁进去了。然后一碗这个热气腾腾、带着姜、带着蒜的那种油茶，一喝湿气唰，散发出来，然后再吃点这种各种粑粑，
是吧？又保腹，又去寒，又除湿。永州其实好吃的东西多。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永州还有一个源头啊，就是你看，它是我们湖南人的这个母亲河，湘江的源头。湘江，它在那个平洲书院啊，那里就有湘水和潇水啊，汇合，一般源头都是水特别好嘛，水好它就米好、豆腐好、鸭子好。还真是。那我们今天就来尝一尝永州的血鸭和怀化的有什么不一样。对。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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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光临。这什么字？这我们是本地的方言，臭鱼挂鸡蛋，顶锅都挂烂。臭鱼挂鸡蛋，顶锅都挂烂。喝了先喝，晓得先喝。晓得先喝就代表。晓得先喝，牛。对你太棒了。晓得先喝。麻拐。麻拐是什么？你猜一下。青蛙。你们太厉害了，我们本地的方言你都知道。好，里面请啊。我这上面还有一个打眼壁是打瞌睡，打瞌睡，打瞌睡，打盹儿，半路三蛮多，半路三蛮多就是半路三蛮多，名堂多，名堂嘎紧了，七里八里各里老里云里屋里娘屋里幺屋里的，好，打扰一下啊，给你们上菜了，韩哥，永州血鸭，永州血鸭要用本地三个月大的小舅妈鸭炒出来。那是咸淡的酸豆，快要去锅的时候，把鸭血倒个进去，随便炒几下，那个血鸭呀，颜色亮酸酸，闻起来香喷喷，吃起来啊，把嘴巴。我们永州血鸭它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家家户户都会做，对，每家的口味都不一样的。我们家的血鸭杀鸭子之前，它会灌点米酒。给它灌醉了。对，你把我灌醉。好，那你们品尝一下啊，尝一下。这个停不了口的。它这个血盖上去之后好香啊，这个鸭子哈。哎，你们觉得永州的血鸭和怀化的血鸭有什么不一样？怀化的那个，我觉得啊，要稍微再偏咸一点，就更下饭一点。这个它可能制作方法不一样，就是放了酒啊，然后米酒、酒糟这些，肉会嫩一点，感觉更香一点。我感觉那个血不太一样。血，血型的问题。血型的问题，这个可能是 O 型血，就是万能血，就是大家口味都合得来。前面那个可能是。HR 阴性，熊猫血，熊猫血，对。它可以真的可以就这么一直空口吃。你好，韩哥给您上菜了啊。新店醋水楼，酸水点浆，工艺炉铁，有硬性，有鸭肉，再加上鲜香的汤汁，那种香味在你嘴巴里面打卷卷，让你啊吃个还想吃。闻起来不酸。但有点像我们那边的油豆腐。预备起。小时候的味道真挺好吃的。它虽然是醋水，但是它不酸。我感觉这个不像豆腐，有点像豆皮哈。其实有嚼劲，第二是它所有汤汁都浸在这个里面了。对，里面你看是一个网状的。所以你一口下去，那些汁全部都爆满在你的口腔里。我可以一个人吃一锅，不开玩笑。我也可以啊。你这两个菜你一吃，你就可以知道他们这个整体的水位很高，水源很好。米饭啥时候来呀？沈梦辰催饭了，我的天哪！韩哥，小老饭来了，小炒饭，如何干得好？血鸭炒完，顶锅挂烂，吃个一碗还要再搞一碗。哎呦，干吃了就要流口水了嘞！这个饭也太美味了吧，看上去。鱼活，我天，太好了！真的，小时候的味道，真的可以。
然后又有鸭血的味道，然后里面还有鸭肉，嗯，还有辣味儿，哇哇，软软糯糯，就跟我本人一样，哇，太好吃了吧，哇，这个要通知我的家人们，好好吃。我们再加一份，再加一份。你们还是克制一点，我觉得。可以的，完全可以。好，那我们给你重新加一份啊！稍等一下啊！给我递过来，给我递过来。谢谢谢谢。好，客气了。好，好，咱们的车上齐了，请慢用，祝几位用餐愉快啊！谢谢姑娘，谢谢。不见得上齐了啊，可能还会再加菜，有可能还会少一份米饭。嗯，是时候展现真正的实力了。韩哥，这已经是第四碗了吧？记不住我自己，不要，不你啊，不要啊！完了，成都成了，没办法了。算了，都已经进碗里了。怎么已经到这一步了？我个人觉得，这几个菜的味道相得益彰。嗯，哎，这真的。就这一碗炒饭，看上去简简单单，黯然销魂呐！我就甚至在这个饭上打滚了，我刚才。所以你可以想象，当年袁杰呀，跟颜真卿写信的时候，只怕也形容了永州的美食。嗯，吃这个炒饭的时候，那是什么感觉？嘿，师傅，别吃了。啊，赶紧打包，赶紧走！我跟你说，我不能在这，此地不宜久留，此地不宜。结账，能多少钱？请问？198，就要发。啊，好的，好的。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 芒果 TV 同步收看，去相当有味的地方。你克制一点，你不能这么吃，韩哥。韩哥，你中午的时候已经放开了，不能再吃了。哎。你好，你好，有什么好吃的？我们家这边的话，我们永州特色，这个，这是什么？红烧沙，是用跟西米一起熬制的。这什么？这是冰凉粉。哦，冰凉粉。就它，还有什么？啊，这个绿豆沙的话是每天早上4点钟起来就熬了。哎，您家里还有一个就叫冷饮的。啊，就是这个带西瓜的，这个就叫冷饮。哦，那是这样吧？我觉得我们也不给老板添麻烦。哦，每样都给我们来一份。每样一份。那我们在那边等您啊。嗯，好好，拼桌不？可以。来，我觉得拼桌挺好玩的啊。你坐这里噻。你们要不要拼过来呀？那就拼吗？我们吃一个长桌宴吧。拼噻。哎，这家店大概有多长时间了？10多年了。18年。这太狠了。他开到晚上吗？晚上10点多钟。10点多钟，10点半。有时候8点多钟。这么夸张？对，这太狠了。嗯，而且我觉得这种小店就是极其有生活的那种气息。对，就在楼宇之间。嗯，啊，来，三位老师可以了，稍等。这是一个人的，对不对？就是每个人一个盘子。克制一点，你不能。韩哥吃完了吗？韩哥，你中午的时候已经放开了，打卡。来不及了。哦哟，韩哥。哇，第一次看到韩哥那么着急。我太爱吃这些东西了。再来一碗那个绿豆沙吧。我觉得好事成双，上两碗吧。嗯，我就喜欢吃甜食。哎呀，这个把我这个开胃了。我跟你说啊，只要你们愿意请客，我绿豆沙还可以再喝两碗。别别别别别别！我就这么句话，搞不懂，就这么个意思，搞不懂，就是这么个意思，我就这么一说，不是说真的，就是有这个心就可以了。他也不能再吃了。走了，几位，拜拜。其实咱们永州还有一个源头是非常不得了的，啊，就是我们人类水稻的起源，其实就在永州的这个道县啊，玉蟾岩。
发现了我们人类最早栽培的这个水稻，好像距今已经有14000多年了，也就是新石器时代的那个时候。因为稻谷种植历史非常悠久，所以这里的米好酒好，那当然醋也非常好。等一下咱们吃的这个东安记啊，它的秘诀就源自于这个稻米酿的醋。哇，好香啊。哎呦，香香香香香。哎呀，你好。哎，你们好，三位老师好，欢迎来到东安。你好，这边请。这位就是我们非遗传承人彭大师彭越。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我们东安。我今天就是主厨这个功夫东安鸡，这个功夫东安鸡，哎，对对，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做东安鸡的食材。你看这个辣椒，这个花椒，哎，这个生姜，还有这个茶油、米酒，都是源自于我们东安，所以才造就了这样一个名菜。嗯，最有特色的就是啊，灵魂就是这个米醋。哇，闻一下盖子。对对对，哇，就是，对对对，好冲头上头，是是的，是的，这个酸味直接上头，它是酸不刺口，很有回香味，所以做东安鸡必须要放到这个我们东安的米醋，东安鸡，湘菜之秀。古叶名菜，东安的鸡，配上东安特有的米醋，才能做出最正宗的味道。尤其是把鸡肉啊去个骨头之后，就有了更加细腻的口感。五个字：酸、辣、鲜、香、嫩。永久用豆干吃到菜啊，小料鲜活。外国的朋友吃个走都要感谢 ，nice。正宗，我很喜欢吃这个，因为它很开胃。很好吃，这个真的好吃。嗯，而且越吃停不下来。对，就越上头。那个酸它就开胃，就可以一直吃。它这个是招待外宾的，当时国宴上面，这个外宾曾经是飞虎队的成员，受伤以后在永州这边休养，就吃过当时的一种菜，叫醋鸡。嗯。后来他再来，我们就调了这边的这个东安鸡招待他，一举成名。嗯，就想起了当年的味道是吗？嗯，那个老先生吃完了以后啊，哇，传哥给您上菜了啊！哦，哇，师傅这个绝了！谢谢谢谢三位老师的夸赞，真的很好吃，太好吃了，都让我怀疑我平常吃的东安鸡是假的。这个是功夫豆腐渣，功夫肉渣确实有点功夫。简简单单的肉渣搭配只熊子肉和猪脑髓，那种口感啊，让你根本停不下来。豆渣的味道，好香啊！这个好香啊！好嘞，谢谢您。这感觉可以放到饭里面吃。好好吃啊！是不是？它有回甘，它是甜的。对，这个绝了！天哪，它有鸡汤的那个香。对，这个绝了。我给他100个赞。韩哥，你们好，给你上主食了。乌饭，乌米饭是用那个椰子，把它转击成那个汁汁儿，哎，染色，然后对，里头有馅儿吗？里面没有，就是原生态的东西。好，嗯，好有嚼劲啊！真的，而且越嚼越香。对。哇，永州啊，真的是个风水宝地，早中晚都可以。我再搞一点点米饭。
这么好。哇，还好吧？我今天中午那四碗饭，他这个还在胃里转，后期肯定会跟我上好多贴在这旁边的图片，一碗叮，两碗叮，三碗叮，四碗，然后我战斗的时候怎么办呢？我还面啊，面我也可以。这个面就是泡那个东安鸡的汤，哇，很好吃。它那个一定要蘸这个汁儿。也很好吃，对不对？像泡面一样，真的好开胃，尝一下。怎么办啊？吃吧，吃吧，吃吧。中午没有一个人拦着我。不拦了，我们自己都应接不暇了。是吗？真的像泡面一样，尝一口。好香，油油的，这一道菜就是我们这边的绝根粑粑，它是我们国家森林公园寿黄山这边生产的那个绝根，把它做成粉，然后做成这个粑粑，哇，拌一下就可以吃了。哇，这个蓬松哎。哎，对，里面放的是红糖跟冰糖。红糖跟冰糖。完了完了完了。算我忍一忍。天哪！天哪！师傅，你说了哪两个字？吃。是吗？是你喜欢的。不行，此地也不宜久留。啊！哇 ！Oh my god！ 此地不宜久留。这个是绵了绵了，拔丝相遇。拔丝相遇。对，用我们本地的相遇，做成一个甜品。我拉丝拉丝拉丝。哎。王师傅，跟你打听个事儿，店里有健胃消食片吗？有。真的吗？真的。搞两片来。我把它吹凉给你吃好吗？嗯，不用，我炫面条。旁边有没有那种钟点酒店？怎么？当个安杯了。吃锅碳水。泽林，泽林，哎，扶我一把，抽不到你。要不我先把肚子扶起来吧，这个肚子太夸张了，今天吃的这么狠。此地不宜久留，把这些都打包吧。都打包。嗯嗯。哇，知鸟叫。知鸟。知鸟。好撑，好撑。感觉肚皮都要撑破了，真的，真的，尊都假都，尊都吃不动呢，总觉得永州就是一眼千年的感觉啊，勾连起一千年来中国文人那种文脉的接力棒，不虚此行啊，可以常来，不宜久留，可以常来，说得好，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对着所有的创造出这么美好的永州的永州人，用永州话说一句：永州下次见。粑粑围是永州姚家女子源承了千百年的织锦工艺，图案精美，色彩艳丽。姚家十八年，就是姚入菜肴当中的八宝味，各种新鲜蔬菜水果包裹着润泽的土菊肉，搭上的缤纷色彩，奉存在十八种凉菜当中。洁白的豆腐搭配上栀子花的清香，旋入清甜的丝瓜包裹着粉嫩的乳泥，香糯的椰蛋黄点缀了晶莹剔透的冬瓜。十八年，每一年都是一幅浓墨重彩的风俗画，酝酿着姚家人
独有的浪漫，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就像瑶族的八宝杯，散发着山野的味道，编织出姚家营对美好生活的满满爱意。你可曾读过永州八旗几首？你可曾记得读了江雪的小舟？你可曾听过神州瑶族的歌谣？你可曾见过童子熬地球？走去永州，永州有你想要牵的手。走去永州，永州有你想要喝的酒。